Before the song starts, I'm gonna tell you a story which is written by a very famous female Chinese writer back to 1930s. And this story is about love and fate between a boy and a girl. And if there is love, don't forget, just take the chance. And otherwise, love will not come back again. This is 真的。有个村庄的小康之家的女孩子，生得美，有许多人来做媒，但都没有说成。那年她不过十五六岁吧，是一个春天的晚上，她立在后门口，手扶着桃树。他记得他穿的是一件月白色的衫子，对门住的年轻人同他见过面，可是从来没有打过招呼的。他走了过来，离得不远，站定了，轻轻地对他说了一声：哦，你也在这里吗？他没有说什么，他也没有再说什么，站了一会儿，各自走开了，就这样，就晚了。后来，这个女人被亲眷拐子卖到他乡外县去做妻，又几次三番地被转卖。经过了无数的惊险的风波，老了的时候，他还记得从前的那一回事儿，常常说起。在那春天的晚上，后门口的桃树下，那个年轻人。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，于千万年之中，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，没有早一步，也没有晚一步，刚巧赶上了。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，唯有轻轻地问一声：哦，你也在这里。守着